喂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今天下雨出了点意外。不是，哎，您别取消，千万别取消。喂，喂。喂哥，不是，我说你怎么回事？送个披萨还让客户取消订单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单不算，损失你来赔。不是哥，你听我解释，真出了点意外。哥，你听我，喂，哥，哥，我这么努力，老天爷，你没看到吗？为什么还要跟我作对？告诉我，我错哪儿了？我改还不行吗？可是我不管怎么努力，都留不住我爱的人。我知道你在怪我，但生气总比生病好吧？任旭啊，我是不是很任性啊？是很任性，不过都在我可接受的范围。如果许墨尘他真的骗我的话，我肯定帮你出这口气。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？就是室友任旭，谢谢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有点饿了，你给我找点吃的来。马上去办。这人呢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所以你不要纠结，没用，放开心胸，大不了从头来过呗。真的可以从头来过吗？当然可以了，那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。聂思琪啊，感情不是人生的全部，不要把自己关在感情的牢笼里。你何必为一个不在乎你的人伤心难过呢？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只会让在乎你的人担心。谁会在乎我啊？眼下呗。还有我这室友，你喜欢我？
说着，只有室友关心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但是我的心思全在许墨尘身上，所以你别再掺和我和许墨尘之间的事情了。不然的话，连朋友都没得做了。我说过，你喜欢谁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我无权干涉。我只是不想你被许墨尘骗，被他耍得团团转。那如果我愿意呢？只要你不后悔，就随你。毕竟年少总得轻狂一次。我很清楚你的选择条件，我根本不在选项中，所以我就特别想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人陪在你身边，照顾你，呵护你。但是在这人出现之前，只要你不嫌弃，就由我暂代他做这些事儿。干嘛这么折磨自己？你不知道，我看了有多心疼。我知道。不到你的择偶标准，所以你问我是不是喜欢你。